对于养生保健，很多人会问，医生都治不好的病，你怎么调？你说的那么好，要医生干什么？第一，做健康行业的人没说治好，是调理好。第二，你根本就没明白治与调的天壤区别。第三，医生都说治不好，你还这么相信？怪不得医生说，人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是死于无知。那治不好的病如何调好的？这就好比在家门口扔一堆垃圾，垃圾会吸引来许多苍蝇、蚊子、蟑螂、老鼠，就是炎症、囊肿、肿瘤、癌症一样，派再专业的专家也只是抓蟑螂老鼠，只是调理疾病，对付害虫，没清走垃圾永远是问题。为什么养生要做3到6个月以上？胃细胞7天便更新一次，皮肤细胞28天左右更新一次，肝脏细胞在180天更换一次，红血球细胞120天更新一次。在1年左右的时间，身体98%的细胞都会被重新更新一次，而骨细胞更新需要7年。想要改善身体体质，你需要先给身体一点时间。